换作是你，你心累不累啊？女生其实她现在要的就是你一个态度，能在一起就在一起，不行就直接告诉她我们不合适。你这样一直耗着她也不是很好，你说呢？我的要求也不高，我就是希望她能多追我一段时间。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真的很重要。至于你们俩的事，主动权还是在男生手里，要不你们单独聊一下吧？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了，话都聊到这儿了，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也祝你能找着一个合适的人吧，微信互删吧，还有点事。